盘点用女人的方式打败女人。哎，如果亲我的话，给你100块钱；亲这个世界上最帅的男人，可以给你1000块钱，你选哪个？亲你的话只有100块，亲最帅这个有一些，我只要100块就可以了。哦，也就是说我不是那个世界上最帅的人。你不能这样子，你明知道我脑袋转不过没有来。了，你就要自己吃，你怎么不帮我点一份我喜欢吃的炒米粉来？干嘛呀？你没说啊？我没说你就不是帮我点了？那我用你什么用嘞？你没说我这要吃什么呀？你不会猜呀？我们俩在一起谈对象谈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一点都不了解我。相信你今天故意找茬是吧？有病啊！你什么态度啊？你什么态度？不说话了是吧？对我无语了是吧？你不是很能说吗？那你没动力了呀？不然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有病啊！对不起，行了吧？对不起，我应该帮你点一份。你光知道说对不起，你每次就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不知道我现在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我很伤心，我悲痛欲绝。那你说你要怎么样才能让你开心？你闭嘴！我让你闭嘴，你闭嘴啊！你不知道哄我一下子啊？吃到饭了，耶，好棒哦，抱抱！为啥要抱抱？你不是最喜欢抱抱的吗？就吃个饭有啥可抱的？你变了。你嫌弃我了是不是？你嫌我丑是不是？没，不嫌弃。什么叫不嫌我？我就真的丑了？不是啊。你竟然嫌我当初为什么要追我？你现在搞得我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抱抱，那抱抱吧。你让我尴尬了还想抱，想得美。哦，我收拾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你穿的作业能不能换？不能换。你确定不能换？确定。走走走走走。你们这穿的是什么？你不说这个好看吗？走了走走走。不好看不好看。走。好看不换。好，我们一起换，一起换。吃饭了。是啊。随便。天天随便随便，你没长脑子吗你？你什么意思？手滑摁到你昨晚说的话。那去吃火锅吧。大热天的吃什么火锅？你想热死我啊？手滑嘛，那去吃日料吧。又贵又吃不饱，你很有钱啊现在。那喝粥总可以了吧？喝粥。我是病人，大白天喝粥。好看吗？既然那么喜欢帅哥，还找我干啥？和别人过去呗。好看啥了？我看不啥也没有吗？看啥了？自己心里清楚。渣女，果然天下女人都一个样，没一个好东西。那我不看了行吗？我错了行吗？这次我是错了。别呀，不看了多难受。再说你错啥呀？错的是我。哎呀，我竟发现你这几年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凶我，你就凶我，你果然不爱我了，渣女！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女人，当初我说啥也不会让你得到我。分手吧。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很冷？我真的是服了你了。这到底是你娘家还是我娘家呀？一生气就往我娘家跑，又哭又闹不说，我妈还一个劲儿打电话骂我。干啥呀？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行吧，赶紧吧。干嘛呀？我想我老丈人，我就去跟他唠嗑。这东西别笑，好笑，我错了，错了，行吗？赶紧走吧啊！我家不老实的，你不知道去接我吗？我不能接你，你说了，我上半年以后不让我出门。那你不给我交辆出租车？不能给你交呀，你说了呀，超过5块钱的话费必须向你报备。我七点时候叫你去接俺妈，俺妈了，跟闹过谁的？没有啊，那妈行李太多了，后备箱都给我放满了，后座也给我放满了，我咋偏这儿了？你是猪脑子，你不叫坐副驾驶？不能叫坐呀，你说了呀，副驾驶只能你一个人坐，不能叫别的女人坐。你跟他说啥了没有？说了呀，我没搭理他。啊？因为你说了呀，在外面不叫我跟其他女生说会儿。都是我的错，我眼瞎，我看上你了。对呀，就是你的错呀，因为你说了呀，咱俩之间你说啥都是啥，我不允许反驳。那男的谁呀？嗯，啥男的呀？昨天那你吃饭的男的，我都看见了，你俩吃饭了还拉手了，你侬我侬的，谁呀？你有病吧？我出不去跟谁吃饭？哦，就是如果能出去的话，就真跟他吃饭是吧？哪个呀？你搁哪儿看的呀，大哥？梦里。梦里呢都是假的，你拿梦里事跟我吵架。我不会无缘无故做梦。征兆是你没有给我足够的安全感，我才会做梦。你有病吧？你找事儿来了呀？哼，现在开始向我胡搅蛮缠了是吧？对我一点耐心都没有是吧 ？OK。这样，我错了是吧？都是我的错是吧？别管了。
你就是这个态度道歉的是吧？我平时是这样给你道歉的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你别生气了，叫什么？我要你这个道歉的，我求你给我道歉吧，我就要知道这个男的是谁。我说这样大家都别撞翻了吗？我说我看完电视，你也冷静一下吧。冷静，又是冷静，没事就叫我冷静，我的心已经拔凉拔凉，还要你看他使用暴力。干嘛？啊，我朋友过生日，我出去一趟，怎么样？妈妈。男的女的？叫同名的。叫苗苗啊。上月过生，这个月就过生啊？记错了吧？不是，那你不能不穿衣服出门啊？不穿衣服出门啊？别闹，这我脖子着凉了，我给你扶到。哎呀，我发现你真的很没有品味耶。啊，我现在不能多说实话了，你觉得我没品味？没眼光，还是嫌弃我？觉得我配不上你了？没有啊！闭嘴，不想听你说话，闭嘴！我让你闭嘴，你就真的闭嘴！不是过来哄哄我吗？还不过来哄我？好了，对不起。你们女生只会说对不起，你就不会说一句你错了吗？这样我们俩就和好如初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错哪了？你的一字一句犹如刀疤划心伤。